主席，黃毓民議員來而不往非禮也，在你的發言裡面多次說現在這個政體是中共政權，但是你呢又千方百計來去選入這個議會，進入這個制度，這樣你是不是都很肯定你的做法呢？主席，黃毓民議員，共產黨的議會來的，你不要在發瘋，你是共產黨一件事，這個共產黨這個議會不是共產黨的，你不要語無倫次，邏輯有問題啊，邏輯。黃毓民議員立即停止發言。整班都